别藏了。修身啊，我走的时候你不是在家里炒菜吗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是不是家里的菜不好吃啊？哎，不是，也就是我们俩没吃什么，也就是吃点甜食。哦，那一定是很甜的了，是吧，鲁贤？哎呀，鲁贤，我们尽管好久没见面了，可你还是那么年轻，模样还是那么甜美可人呢。孟非，修身是我约出来的，约他出来谈件事。啊，我们尽管好久没见面了，可是你的消息，新闻媒体一直在报道。你现在已经是老总了，老总约一个什么人吃吃饭、谈谈话，无可非议。不过来这个小食店，是不是有失身份呢？孟非，我请你到我公司去，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聊，竹筒倒豆子，把该说的话都说尽，好吗？哎，是啊，我非常想到你的公司坐坐，领略一下你的风采和剑术。可今天没时间啊。修身啊，你吃好了吗？孟非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好吗？哦，我没什么话，我只是想问问你吃好了没有。如果没吃好，我们再换个地方重新吃啊。带上鲁贤，我请客。哎，吃好了，吃好了。鲁贤，是你付的钱吧？那我要替修身谢谢你的慷慨了。哎呀，不过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故意堵你们的，我是无意当中碰到你们的。在这茫茫人海里，能遇到你们的可能性是很小的。不过在不长的时间里，遇到你们几次，那说明你们的约会频率很高啊。我不想再见到下一次。修身，鲁贤啊，其实修身不爱吃甜食的，以后你邀请修身吃饭，咨询我一下，他喜欢吃什么。哥，哥，哥，哥！哎呀，人吓人要吓死人的！起床了，快点啊！啊，几点了？快七点半了。啊。哎，哥，我给你拿双干净的啊。好。哎，哥，你提拔的事儿咋说的？哎呀，提拔的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呀，也别问，也别管，啊。那我咋能不管不问呢？你提拔的事有着落了，我的工作不就找着了？再者说了，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闲着呀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哥就是再不提拔，也能给你找个工作。我今天呀，就帮你联系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不喝茶，我不喝茶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尝尝，这么贵，尝尝，我喝了太可惜了。我不夸张，真是贵比黄金。哦，哎，这采摘女儿红啊，就像一个童话，神奇而美丽。每年谷雨的这天凌晨。这个茶树的叶子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，这个时候年方二八的少女上山采茶，可不是用手啊，而是用嘴吮，哎，就像婴儿吮奶一样。
一片一片的给吮下来。嘿嘿，太阳出山之前，整个采摘工作都要结束。这样采摘下来的茶叶，再经过炮制，就成了价值连城的女儿红了。哦，更神奇的是啊，这茶叶一经冲泡，它会升起一股热雾。哦，透过这袅袅的热雾啊，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年方二八的少女亭亭玉立。哎，天叔啊，要是某年的谷雨的时候下了那种倾盆大雨的话，那上不了山怎么办呢？下了倾盆大雨不能上山呐，那就不能采摘，这就意味着今年没有女儿红了。所以就愈显得这个茶叶珍贵呀。我看了半天，怎么也没见着少女呀？得用心看，用心，不能用眼睛。啊，进来。哎呦，柯永啊！哎呀，我说杨大人呢？怎么，还自己动手呢？哎呀，活动活动身体啊！哎，怎么，你这当领导的比职工来的还早啊？我呀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求你来了。啊，坐坐坐啊。哎，柯勇啊，那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别往心里去，留到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。啊，那事儿就别提了，谁让咱爹不是市长呢？啊，哎，我说老杨啊，我今天啊来找你，是关于我妹妹的事。怎么，令妹也在搞创作，有篇小说想在我这儿发发？嗨，那倒好了，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，那不是还有你吗？你这妙手略微指点一二，那总有破土之日啊！哎呀，只可惜啊，小说他是不会写了，只是对英语啊，还略感点兴趣。英语啊，可是我们这儿不发表英语呀。我找你呀，不是为了给他发表作品，是想给他找工作。找工作？哎，我说老杨啊，我可是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呀！哎呀，他这个人呢，没什么太大的本事。不过，如果在你们发行部扛个杂志，办个邮购什么之类的，还是可以胜任的。柯勇啊，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我们这个发行部啊，是三个人的编制，你猜现在多少人？怎么，你们这儿也人满为患了？百闻不如一见呐，我领你去看看，走。来。我两个圈儿。我两个尖儿。姊妹对儿。哟，哎，杨主编来了。杨主编来了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你们玩吧啊，没事。来。来。啊，这一上班就打扑克，你也不管呢。哎呀，回去说啊。啊，对了，里面坐啊，里面坐。好。哎呀，柯勇啊，这里真正负责的不是我呀，而是那一群呐，每一个我都得罪不起呀。你大概没数吧？他们是十个人，这个个都有来历呀。这领导干部的子女，也有可圈可点的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圈可点的，能独当一面。也有胸无点墨的痴才，嘿，既然是痴才，你总得给他饭碗吧？一般的饭碗他们还瞧不上眼呢，非要那个带金的饭碗。哎，这单位要好，活要轻，哎，这钱可不能少拿呀。你看到那个女的没有？哎，就是那个出姊妹对的那个。啊，她的来头最小，是张主席的侄女。哎，你说让我管谁去啊？哎呀，老杨啊，让你为难了。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呀。你说这好事儿咋就轮不到咱们呢？哎，是啊。哎，柯勇啊，你还别说，你那个女朋友啊，古典味十足，
抽空啊，你让他来一趟，我给他拍个照片，在杂志上发发。哎，这事儿啊，我说了算的。哎呀，再说吧啊。哎，老杨，那行，怎么这样？你不在座呀？我还得抓紧时间，赶回去上班呢。啊，那行，咱们呢？改天咱们再好好聊聊，好吧？哎、好，改天再聚聚。好好好，好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啊！哦，这份资料刚印好。好好，谢谢。喂，晚报社吗？啊，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陆主任。陆主任，电话。喂，柯勇啊。啊，那件事我听说了。别沮丧，路遥知马力，疾风见劲草，咱哥们还年轻，年轻也是资本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妹妹的事儿。他高中毕业，底子还可以，能不能到你们报社搞个发行什么的？我找主编说说，倒还可以，不过得交押金呢。多少钱呢？五万吧。哎，我说，你们是不是穷疯了？这搞个发行站，交什么押金呢？哎，柯勇，每个发行站都得配备一辆汽车，不说依维柯，一辆昌河得多少钱？得五万多吧。即使交了这五万块钱，也得找领导通融通融，不然不交钱也可以，得由上面写条子。你是个聪明人，非得让我点头。回头再说吧，再见。哎，柯勇啊，杨处长。哎。柯勇啊，修主任已经通知我了。事办完了吗？没办完，我能回来吗？好，走到我屋里聊聊。谈什么呀？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吧。也好，在这儿说也行。咱们下一步啊，马上就要进行这个进港演说了。可是我对前一段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咱们聊聊。我也想先了解一下咱们前一段分流的工作，也为下一段那个进港演说做个铺垫。好，怎么安排啊？是你这个当处长的事儿，就好比打仗，仗怎么打，指挥官说了算，是冲锋还是迂回，还是撤退，这一切啊，都由指挥官来定。士兵啊，只有服从命令的义务。据说你以前是个当兵的，参加过不少演习。这个道理不用谁来教你吧。柯勇啊，战争的话题未免太沉重了吧。你如果有兴趣，咱们可以抽个时间深入切磋。我的门敞着，随时等着你。柯勇啊，容我说一句行吗？你唇枪舌剑的，嘴上过瘾了，想过后果吗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乃匹夫之勇啊！我就是个匹夫啊！如果连唇枪舌剑我也都丧失了，那不就成了废物了吗？
我相信你会来的。我这个人说话算数，说敞开大门恭候，就敞开大门。杨社长，是我。哦，田叔啊，我还以为啊。反正我要跟咱们处里的每个人谈，既然你先来了，那咱们就先谈。哎，坐。哎，哎，田叔，这茶是我刚泡的。哦，嘿嘿，嗯，这茶不错，挺香挺纯的。哎，杨社长，哎，你看看我这个茶啊，女儿红，你没喝过吧？坐。哎，这女儿红可是真品呢，一年也就不过百十斤，过去可都是被皇家垄断的。杨社长，你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这女儿红啊充满了神秘，她的采摘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。每年谷雨的这天凌晨呢，只有年方二八的少女才能上山采摘，这个时候可不是用手，而是用嘴吮，哎，就像婴儿吸奶一样，一片。是不是透过浓浓的雾气中还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采茶女的形象？哎，对对对。嗯，杨社长，你这是，哎呀，天叔啊，你刚才要倒的这杯就是女儿红。我转业的时候，我们军长送给我的，说是要给我爸爸的礼物。我想这么好的茶他喝了太可惜了，所以我就给眯了。哎，哦，哎，杨市长，往后啊，这杨市长的茶呀，你还是让他喝，你的茶呀我包了啊。处长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是想说李克勇的坏话，不过他有些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下去。你说他没当上处长心里有气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，可是他狂妄自大，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知道你走后他说些什么吗？啊，好，先说说在你来之前他做什么。他一直用公家电话在给他妹妹联系工作，这算什么吗？这简直是。刘大姐，我今天把你请来呀，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单位前一段分流工作的情况。哈，至于李克勇他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先不说了啊。啊，有件事情也许你感兴趣。嗯，他最近正写一篇文章，矛头是针对你的，我觉得你应该有所防备。哟，刘大姐，你看现在该下班了，要不然咱明天找个时间好好聊哥，我走了。上哪儿去啊？回家去。哎，柯英，你站住！你这干什么呀你？添什么乱呢？行了，你呀，赶紧做饭吧。等一会儿啊，咱们好好聊聊啊。我是来找工作的，不是来吃闲饭的。找不着工作，在这儿干嘛？哎呀，柯英，爹让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让你有出息，啊？让你给他老人家争脸争气，不是让你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。你这个样子回去会让爹伤心的啊。伤心？让他伤心去，谁让他儿女都没有本事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着。哎呀，我实话跟你说吧啊，你这工作呀我也给你找过，但都没有说成，我又不想随便给你找个工作把你打发了。要是找个好点的工作啊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机会。我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忙了，尤其是今天
报社里有篇稿子急等着发呢，我得再修改一下。这样子啊，可以，你先做饭，等你把饭做好了，我的稿子也就改好了。行了啊，哎呀，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等我把稿子改好了以后啊，我就专心致志地给你找工作。这也许是件好事，这一跤啊，说不准把我哪根神经给摔通了，让我变得更聪明，更有作为了呢。哥，别逗乐了，我心里后悔极了。我不是跟你逗乐，说真的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在老家上学，当时我挺笨的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。有一次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正好遇见一只狼，在河边喝水，吓得同学们都不敢过去了。哎，我当时胆子特别大，我说我去把他赶跑，说着我就拿起一块大石头喊着砸死你，我就冲过去了。也可能是我太紧张了，这石头啊被我往空中一抛，又落下来，正好砸在我自己的头上，当时啊一下子把我头砸了一个大窟窿。哎呀，这狼也吓跑了，我呀也昏过去了，被人抬回家好半天我才醒过来。哎，你说也怪啊，自从我的头被砸了以后啊，我就变得更聪明了。以前啊，凡是老师讲了多少遍我都听不懂的数学题啊，也变得无师自通了。你说是不是把我哪根神经给砸通了，我才变得更聪明了？这一次这一跤摔的呀，说不准把我哪根神经又给摔通了，哎，我更有作为了，说不准呢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是不是？克勇，哎，小青啊，克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下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小青姐，你别着急，坐下来听我慢慢说。就是刚才我要回去，哥不让我走，他就追我，就说……没事，没事啊，小青，没什么大事。大夫啊，都看了，说要是没什么事儿，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本不想让你来的，但有件非常重要的事非你不可，所以才让客英给你打个电话。你就安心养伤吧，别的事儿别放在心上。客英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来陪你哥。哎，不，你跟客英你们俩都回去，让客英给我做点饭送过来，我这会儿啊有点饿了。你呢，回去以后把我桌上那篇稿子赶紧啊送到晚报社，交给理论部的陆主任。陆主任？就是那个陆六居，你见过那个？哦，哪篇稿子？就放在桌上，题目叫做从政现象。哎，23号床，谁让你喝酒的？拿来拿来，谁让你喝的？快拿回来！都这样了还喝，不行不行，拿回来，拿回来，快拿回来吧！哎，真是，怎么回事？还喝？你也是喝酒喝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儿子啊，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啊，给你买回来一样东西。我敢保证，你不但没有吃过，
连听都没听说过。什么东西啊？他回来了？啊。哎，爸，你回来了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快来！干什么？我给你带好东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先尝一口，保证你没事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我吃过饭了，我不想吃。哎，爸，这可是我的一点孝心，你就是不吃也得尝一口，给点面子吧。嗯，吃出来是什么了？吃不出来。再品品。你说吧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叫铁板鸭。铁板鸭？哎，什么铁板鸭？这可是咱中国的国粹，号称中国十大酷吃之一。它的做法十分残酷，玩而精心。哼，哎，它是这么做的：首先把一只鸭子放在铁板上，然后开火加热，只把这鸭子烤的是嘎嘎直叫。两只鸭脖啊是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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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敲着铁板，直到把它烤得口干舌燥，把鸭子弄下来，然后喂它喝水。哎，那可不是一般的水，那是二般的水，是28种中药配制成的佐料水。喂它喝饱之后，再把它放到火上，再次开火，就这么烤。哎，就这么反复折腾它3天3夜，直到那些佐料水浸透了它的5脏6腑，它的动脉，它的静脉，一直延伸到他的毛细血管，他的神经末梢。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你呀，正儿八经的学问你是一门不会，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无师自通。哎，这怎么是乌七八糟的东西呢？这是文化，实文化。放屁。嗯，老常，你小点声，屋里还有人呢。谁呀？我女朋友。莎莎，莎莎，出来见见我爸爸。伯伯，您好，您就是常宽的局长爸爸？怎么？怎么不像我想象中的大局长？啊，不，您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是说您很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爸这人很正派吧？你的眼力真不错，我爸这人确实很正派。爸，爸，这铁板鸭是我孝敬你和我妈的，你们俩慢慢享用，我去送送莎莎，待会儿就回来啊。啊，伯父伯母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好了，别来你这套日本式的礼节了，我爸他不吃这一套。知老长者，小长也。好了，别贫嘴了。这孩子，上次不是带着那个露露吗？怎么又变成莎莎了？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野了，再不好好管管，说不定给你整出个什么事儿来呢。明天我亲自陪他去上班。我看呢，还是给他换个工作吧。他跟那个推土机呀，没什么感情。好的工作有的是，那要有才能有才华，他会什么呀？就这市政公司还是看着我的面子给他安排的推土机呢。你以为推土机工作不好？那找的人多的是。哎，你冲我发什么火啊？怎么，部里把你局长给免了？我不过。我就是说话严肃了点，我发什么火了？哎，别动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来喂你，就像当年你喂我一样。我喂你吃过饭，我怎么就不记得了呢？记得那是81年那会儿，咱家地还没分，吃的穿的啥都没有。每天只有几两小米，妈妈熬了一碗菜粥，不让我吃，留给你，说你正上学，不吃东西怎么读书。每逢你放学的时候，妈总是领着我蹲在山头上，紧紧地抱着我不让我回家，担心我把那碗菜粥吃了。我也很饿，就硬争着跑了回去，看你吃那碗菜粥。
你也知道我和爹娘啥都没吃，故意躲开的。你就骗我说柯英啊，娘做的是啥饭呢？真难吃，不信你尝尝。你就一口一口的，一会儿就把那碗菜粥给喂完了。而你自己抓一把树叶嚼了嚼就上学去了。我现在才知道哥你是骗我的，你是怕我饿着了。哥，你心里是不是也很苦？傻丫头，哥有什么苦的？哥高兴，哥马上就要当处长了，哥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在老家过年吃饺子一样高兴。哥你别再骗我了，小青姐都跟我说了，你的处长让人给顶了，你为啥不早说？你瞒着我干啥？哥你骗我。可以，别哭别哭啊，听哥的话，咱们不回去，咱们在这个地方混出个样来。哥你就安心工作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出人头地，别再为我操心了。明儿啊，我就自己找工作。嘿，一看就知道，矛头是对着杨处长的，还说什么领导干部借分流之际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领导岗位上。哎，对，你再看看我用笔画的那几行。哦，喏，这儿，说一个长着大尾巴的蛆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办公室，对坐在椅子上的人说：“哎，你比我强多少？”嘿嘿，你看看吧。还有下面那行。目前啊，什么中国的干部制度连封建科举制度都不如。哎，你说说这也太厉害了。哎，我说你少说几句好不好，你让我把文章看完嘛。啊，你看。哎，天叔啊，你在报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，这现在是不是新闻自由了啊？哎，天叔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啊，刘姐，你说什么？哎，这天真热啊！这报上说气温24度，哼，这哪像24度的天呢？哎，天叔，这柯勇啊，到底是年轻气盛啊，是至于冲动吗？啊？哎，我说，咱们都得冷静一点，至少不能让杨处长知道。这署名不了的人是谁啊？哎，老板 又在评论什么呢？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柯勇啊，我们正在讨论你的从政现象的这篇文章。哎，老刘昨天呢他就看了，一上班就推荐给我看，虽然这上面署的是你的笔名，可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文笔嘛。哎，这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，我也知道文章发了也就发了，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改变不了什么，所以啊才用了个不了。柯勇啊，咱们文秘处啊可以替你保守秘密，可是整个机关里啊那人多嘴杂呀，啊，万一谁要是说漏了嘴，这话传到了杨处长的耳朵里啊，所以你啊还是早做思想准备，啊，尽量的息事宁人，别把这事儿弄成更大的风波嘛。老文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不怕，我要是害怕的话，
在会议室，我就不会当着领导的面独自鼓掌，也不会写这篇文章。文责自负嘛。谁要是有不同的观点，也可以报纸上见。我愿意跟持不同观点者奉陪到底。杨处长好。好。杨处长好。嗯。从政现象，哎，你们是来找工作的吧？嗯。哎，进屋谈谈，来。什么呀，进屋谈谈嘛，要是行了你们就干，要是不行啊你们就走人，谁也不讹谁，是不是？怕什么？来，进屋谈谈，一进门啊你们就放心了。来来来来，快进来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快请坐。来来，请坐坐。你们看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些呀都是政府送给我们的，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。哎，你们来找工作可是不容易呀、啊。那坐汽车，坐了汽车又得坐火车，哎，火车上的饭可是贵得吓人呢、啊。我想你们保证是不舍得吃，又是啃个干烧饼吧。哎呀，下了火车又没地方歇脚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哎，这样，我今天呢一定给你们安排个好工作，这个地方有吃有住还有钱挣。那来你看，小伙子，你就照着这个地址去上班啊，去吧。谢谢大姐。哎，对了，你的介绍费还没交呢。还要钱？哎，你看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你看每位的介绍费是50元，这个呀是物价局定的价，我可没跟你多要。那快拿过来吧，快去报道吧，啊，小伙子，快去吧，啊，快去吧，再见啊，哎，快去吧。大姐，姑娘，哎，你呢？我是来找工作的。啊，是啊，我看你啊，来的真是巧了，今儿个呀，算你走运了。哎，有一家棉麻公司要找礼仪小姐呢。这个个头嘛要1.70米的，五官呢要端庄秀丽的。我呀一直都给你留着呢，不是别人没人干，是他们呀都不符合条件。可巧了，今儿个呀就是你了。来，我给你写个条子。哎，给姑娘，你也照着这个地址去上班啊。哎，就这样啊，祝你成功啊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杨市长，我王天书啊。进来。杨市长，你也在看从政现象？不知道谁从门缝里给我塞进了一张，这显然是想让我看，不过还值得一看。你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吗？文笔犀利，角度也还新，作者叫不了，这显然是个笔名。你认识作者？我们家也订了份晚报，昨天晚上我就看过了，当时我就想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不知道你们家的电话号码。这么说这报纸是你塞进来的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从来不干这种鼠窃狗盗之事啊。杨社长，时间长了你就了解我了，我这人做事一向是光明磊落。我估计呀、啊、是李克勇塞进来的，他就是想利用这事刺激您，发泄他对你的不满情绪。领导干部利用分流的机会
安排自己的子女到领导岗位上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，应该引起关注。可是你要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我的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为我一个人这么兴师动众，大可不必吧。哎，杨处长，你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李克勇写的？这不了是李克勇的笔名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他的笔名是五花八门，什么老相、罗达、袁飞、合肥、不了。哎呀，不过文如其人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我们一看呢，这就是他的文风。哦，不了就是李克勇，这倒没想到，出乎意料。哦，杨处长，我准备写一篇批驳他的文章，不能让他这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呢。哎，杨处长，你没读过我写的文章吧？我这文笔啊，绝对不亚于李克勇。如果要写批驳文章的话，这文章还是由我自己来写。哎，大叔。哎，麻烦你问一下，你知道那个棉麻公司在哪儿吗？棉麻公司啊，哦，在那边呢。哎，这边是单号。哦，那好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